开始。可以用手来比划，一第一个技能，第二个技能，第三个动作。对，有些什么猴子、国标之类的，对，国服什么的，对。不能说，不能说。杨戬，猴子杨戬，狗杨戬，狗不要。是什么？十秒动作描述，对，也可以。意会，杨戬。描述出来，描述出来，比划，各位，杨戬。有点难，这道题其实稍微有点难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个技能？一技能比划一下，也说比划。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三技能，什么动作？对，再转起来，再转起来。慢起，慢起。哎呀，哦，开始，来，想一下动作。一技能什么？一技能，想一下他这个动作。对，压缩，带火。对，转起来。一技能往前冲，一技能，我冲过去，妈直接锤了一下。对，二技能，二针。三技能是什么？想一下，三技能，继续用，来不动，十秒，要不让我行？技能动作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，两位，对，想动作，关羽，关羽 ，OK， 可以，对，打气，打气 ，OK， 真没礼貌，十秒。想一下，对，可以。鱼，仰卧起来，高中。来，两位。描述，然后做动作。下一句。一秒。行，猜一下，你时间过了，猜一下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动作感觉对，想一下怎么表达？对，对，想一下他的这个跟人家组合的技能啊一些。对，加油，想一下，沟通一下，这个会有点难。不是讲到底有点难，你们这个有点很懵逼吗？有点难，能不能抽象一点？有点难，快十秒，加油。对。对，动作，对，技能，技能，橘子 ，OK， 一棵柳树扭一扭，对，声音响亮点，两棵柳树扭一扭，有两个，三只青蛙十二条腿，扑通扑通扑通，三声跳下水，来。四只青蛙十六条腿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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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声跳下水 ，OK。五只青蛙二十二条腿，五只青蛙二十二条腿，五只青蛙哪来二十二条腿？五只青蛙二十条腿，扑通扑通两声跳。五只青蛙二十条腿，扑通扑通五声跳。不对呀，是不是？六只青蛙二十四条腿。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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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声跳下去，一个腿直，一个腿弯，这样去解。对，这样去解。对，老铁，来这儿。是不是搞专业？被弯不行不行，先把头弄低呀，背太弯了，身体还稍微直点。剪的时候还这样子，尽量标准一点，尽量标准一点，好吧？大家知道怎么做。大家如果，首先你得知道标准的姿势是什么啊？单腿直，对，直弯下腰。哎，老师，你这样。